前看。大家好，你老公该不会管你叫宝宝吧？宝宝，我们不说话是因为我们心里特别有底。我不心虚。急死妈妈的小白。花花，五花肉一斤。我两颗。啊，马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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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马蹄是马的蹄子嘛？化妆棉。化妆棉是什么？拿肉，拿刀切。拿那个肉切那个刀。几块啊？切碎啊？剁啊？咚咚咚，使劲剁。肉在地板上飞舞。哎呀，我真想上去。急死我了。世上最可怕的厨师。你先不要自己拿，香菜跟香茅。香茅长什么样啊？啥样是香茅啊？哎呀，拿根黄瓜就。完全是自己在拿。我的妈呀。现在什么东西都这样一刀下，冲冲冲，不是进去，没有要进去。天哪，用手直接在油锅里面拿。哇，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我刚才经历了我职场最危险的20分钟，刀在我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飞舞，第一把刀剁下去的时候我就应该叫停的。让我们感谢文杰不杀之恩，不杀之恩，感谢我们还依稀存在。就让我们来拯救你，这就是臭鲜帝星期天。99爱6凉面，臭鲜帝星期天先导片。几天，宝宝从不爱失恋，看我湿漉漉、湿漉漉、湿漉漉，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漂泊过晚，嘲笑我手忙脚乱，讲出有样怎么用，比谈恋爱还要麻烦。做菜不是练几天，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耀武扬威的海鲜。挑战一场一场冒险，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偷闲的期待慢慢冒，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的星期天。大家好，这里是小偷闲人。哇，到处都有掌声。哇，臭鲜真心话，厨房大冒险，这里是由99爱6凉面，爱我就要99爱冠名播出的臭鲜帝星期天。好，在这里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都非常的会唱歌。哇哦！坦白来讲，我们臭鲜帝小分队也都是很会唱歌的。对啊，没错。哎，只有我回答最有底气耶，为什么？你底气好大。好，今天呢又有两个神秘的大箱子在那边。对，而且我发现这一期的这个箱子有升级。对对对，就以前是那个木箱嘛，现在有点像行李箱。好，那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第一组的来宾上场啦，有请。Yeah！先看一下，目前有两个标签，第一个标签叫做60后少女心，心是少女，少女，对，然后年龄呢？年龄是60吗？刘晓庆姐姐，意思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姐姐，心态很好。好，下面呢是最爱金鱼，这个有点疑问了，因为据我所知，金鱼不是食材，对不对？没有人吃金鱼的嘛，对不对？对，没有人吃金鱼，是不是？最爱金鱼。但我知道邓紫棋的粉丝，我们都是金鱼，所以他是邓紫棋的粉丝。有可能，因为我就是最爱金鱼，长得很像金鱼，长得像金鱼也有可能。好，掌声欢迎我们两位第一组的特别来宾。真的意
头，偷闲的期待慢慢落，不得了，不得了，祝福在燃烧，偷闲的帅都天一笑，快乐不靠得小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的星期天。好，掌声欢迎我们两位第一组的特别来宾。没有这个标签的话，我心里永远不会把凯莉老师当做六零后。我也是，我也是，我觉得最多七零后，七零后都有点不九零后，九零后对不对？九零后有点夸张，有点夸张。九零后出道，九零后出道。王嘉尔应该是第一次看到猫二姐姐，猫二姐姐，啊妈不不是没有说。没有，那叫喊妈呀！没有，我说姐姐。你刚才那种本能的反应，你是下意识的吗？你觉得她很像妈妈的？不过她才21岁，22岁，可我才18。我才18，你老公该不会管你叫宝宝吧？大 baby。我们现场一起喊宝宝会有什么反应？1、2、3，宝宝。哎，说中了，说中了，说中了。你是被迫成的厨神，还是本身自学成才，要照顾好老公和女儿？嗯，后者吧。后者，家里人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快。快。我们20分钟你可以做几道菜？4道。5分钟一道，做什么？是凉菜吗？来，老公，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刚才看到这个最爱金鱼，我觉得跳过这一趴，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聊朋友的八卦。嗯，我们就只聊金鱼，不聊人。哦，为什么是叫金鱼呢？没有，他是因为喜欢做金鱼的表情。你理解一下，金鱼应该是什么表情？要眼睛要伸在这里。不用吗？不用，眼睛不用伸在这里吗？好会得罪人。不用不用，就嘴就嘴，金鱼嘴。再来一个，再努力一点。我的妈呀！控不控？觉得可能梦辰可以装一下，学一下好了。像不像？他说了算，好吧？ OK， 好，来 3、2、1。哇，像的，但不是不是正版的那种，不是正版。对，我是盗版，大家请支持正版。你学一个给我看。他不是完全一样大，这是白金版。但是我脸上没有那么多肉。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好了，花花，你是会做料理的吗？我最近会一些，会一点点料理。为什么最近会啊？为什么？就是今年我突然想学着去做饭。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很白的。那这个突然是从哪里？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好啦，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导演有采访花花，花花就很真诚的说，当别人照顾你的时候，你也想照顾别人多一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走进厨房去做一道料理的时候，常常是因为爱的关系。对是，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第二组的来宾闪亮登场。箱子又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又升级了冰箱哦，这个好用心啊，做得好好啊。好，刚才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旅行箱，那现在呢是一个复古的音箱，又有两个标签，一个叫神雕侠侣，一个叫贵人驾到。演过神雕侠侣的黄晓明，刘亦菲，刘亦菲、那个嘛，谁？古天乐，古天乐，对对对对对，雕，雕娃，雕，李若彤，李若彤 ，OK， 贵人驾到，帮助过很多人，也有可能是演过贵人的，张贵人、李贵人、王贵人，这个很难猜，我觉得这个很难猜。哦，有敲门，那打了，敲门打了，贵人生气了，蒙蒙，我们赶快开吧，好，赶快起出来，起出来，不然要翻脸了，来，掌声有请。出来的掌声太小了一点，还小。再来，哇 ，man， 耶，靠！文杰，文杰，张。我说我应该喊文杰。哎，照顾一下女生的情绪。哦，对，你会英语、广东话，然后韩语、上海话、普通话，对不对？你会不会法语的？法语我学过6个月。我考你一下，你会吃过吧？
我吃过没？上海味的港，上海味的味，为啥是味的港？各位，我刚才以为我疯了，我说我怎么听得懂法语，而且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也是。那法语跟人问好了。Tu t'appelles comment？Je m'appelle Laure. Comment tu t'appelles? Je m'appelle Jackson. Toi, quel âge? 他问我几岁？妈妈，对不起。女生的年龄不可以问。那就玩吧，玩吧，玩吧。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两个标签。第一个神雕侠侣呢，是说的张宇哥，不是说他会武术，也不是说他只有一只手，是因为他的生活跟神雕侠侣那些有很像的地方，是半隐居的生活。哦，半隐居，你住在山上。我住在山上，峨眉山。就是台北近郊的一个不高不低的山，这样子。哎，我特别好奇，你们在山上都每天做什么呢？所以该不会山上没有 WiFi 吧？有 WiFi， 有 WiFi， 要不然我也待不下去。那为什么你的微博是只关注了十一郎跟经纪人两个人？因为十一郎老师是就跟他是神雕侠侣，经纪人是那只雕吗？也没错，了解了。好，那我们贵人驾到呢，说的贵人其实是我们文杰了。那文杰据我所知是场上三个人的贵人，这个我真的很意外。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小猴子了，这个关系我都没跟你讲。我听说了。你听说什么？听说姐姐是日一老贝，是他的老板。老板对你怎么样？实话实说。老板对我好。其实没跟你们说，哎呀，创业不容易啊，好苦啊，真的，哎呀，你知道养他们养得多难吗？你知道他洗澡一个半小时，在公寓里面。听到没有？控诉你了。不是，连水费都是老板付，这公司得多好。不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老板来控诉，第一条是洗澡洗太多，一个半小时。另外一个贵人呢，其实是邵明明。对，明明他是什么地方帮助了你？我在一年级里面的时候，他当过我的指导老师，表演指导老师。企鹅永远是主题。哎喂，明明，我终于觉得你好 man。行了，你下来吧。非常的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就升华了一下。师傅。我估计尚雯婕应该不是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徒弟。另外一点，好像花花在这个音乐道路上也曾经跟尚雯婕有个交集，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交集？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当时还留了电话号码，说以后去找他，对不对？对。你平时闲不闲？闲，我可闲了。那我来找你玩，行不行？好。待会下去把你家地址给我。OK。最后他就签了侯明昊。当时参加团的时候，三哥很高冷吗？他没有，他很可爱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子？他很高冷是不是？当然外表大家第一眼都会觉得我们三哥很高冷。如果跟他很熟的话，他私底下笑，他就是他跟你开玩笑完全不顾及任何架子，就。你这样学老板不太好。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侯明昊，没事儿，你敞开学，反正机票给你取消，你明天走回北京啊。啊，真的吗？哦。管他叫三哥哦，为什么叫三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老三，就是所有人都叫他三哥。没有，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什么寝室号、床号啊、热水瓶啊、脸盆那上面都拿那个修正液写的三，因为我床号是三号。然后因为我性格像男孩，就直接叫我三哥，然后就叫开了。还是第一次知道三哥的来历。小猴子，你有吃过你老板做的任何的食物吗？没有吃过三哥做的饭，但是三哥有吃过我做的饭啊。我吃过，我去他们公寓，他们给我做菜。好吃的吗？好吃，是正经的菜。是正经的菜，是真正的菜。对，请问不正经的菜是有哪些？你会？我做的就是不正经的菜。哦，所以你今天跟我 pass 的，你赚到了。你做过什么不正经的菜？比如说烧焦了的锅呀，然后破了的汤圆啊。所以他不是厨房小白，他是厨房小黑。然后我要煮个白煮蛋，每次都煮到就是蛋都爆掉了。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去努力，你根本不知道你真的不行。张宇哥，你是有多厨神？最多可以做多少人的同时可以吃的饭？二三十人吧。哇，大锅饭吗？那种？为什么要做二三十？过年吗？因为我们山上的邻居大家会来吃。哦，所以你们要在……我们不说话是因为我们心里特别有底，是不是？因为等一下真正漏水瓶的时候，我们是不靠嘴的。哦，对，哎，实力放在后面，对不对？好，
好了，在比厨艺之前呢，请华晨宇来翻唱我们《透仙地星期天》的主题歌。主题歌，耶！我想用一个那琴自己把它稍微改一改。哦，还得上乐器哦。或者我就直接用后台的老师的那个。哦，好的，可以啊，可以啊。好的，好的。花花的演唱会吗？现在？对，花花演唱会，哇！开始了，开始，掌声！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烧，偷闲的期待慢慢饱，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多甜一笑，快乐不靠特效，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的星期天。太好听了。In my heart, man. Oh my god. 有没有心动？有没有心动？哎，有哎。谢谢花花。我天哪！厉害厉害。对，花花，王嘉尔刚才听完你歌的感觉 ，R&B 送到心里。捧场王，捧场王。对。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厨房神技能的展示，要请我们的小分队第一次来选择自己支持的队伍了，好不好？好。好，我们首先要展示我们这个厨房神技能的呢，就是我们的凯莉老师。哇！我发现这里有鸡蛋跟那个虾，我觉得先来个暖身好了。好。这个是要干嘛？一分钟包蛋吗？就是在你那个大本营我记得那个那个好厉害，露了一点小手。对对对对对，上次是没唱，这次边唱边弄。我试试啊。送一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忽然已经百花开，我们的野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猜。哎，好厉害啊。明明可以靠脸，却偏要靠杂技。那接下来是正经的，刚刚是暖身。啊，刚才才是暖身啊。暖身而已。暖身你很厉害，因为那个其实跟厨房没什么关系，你不会抛蛋，你可以做菜，但这个是真的是真实有用的，对不对？形容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要是用手包虾的话，就会味道很大啊，就优雅一点。刀叉对，弄过来。然后在它这个第三节这儿，这种插进去。好。啊，是为了去掉头，把它头去掉。哦。去掉之后，把这个虾的皮弄下去。啊。这个弄得好漂亮哦。弄下去之后，再换过来这个刀叉。成功了！嘴巴张这么开，很棒。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这个我会。你会？你要什么？快速剥虾法。快速剥虾，要先数这个，要先数这个虾的第二节。第二节。对，然后第二节开始，然后往上搬。对，然后听到声音了。啊，听到吗？好，好，然后呢，然后开始从第二节开始捏它后面尾巴部分的，把它轻轻捏一点点，好，然后再拔出来。最难的就是拔出来了。哦，好，就是这样的。哦，然后就可以直接蘸酱吃了。然后呢？哦，它的肉就出来了。对。哇，好厉害！就从这第二节开始往上搬，听到声音啊，虾不行的，现在开始怪虾不好，怪就
拔出来。又不行啊！再试一次。断了，好，再一次，再一次，听到声音就断了。五个了，等一下，剪掉。等一下，杀不行，杀，杀不行，杀不行。好，那接下来呢？那边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像西餐的感觉，我，啊，是不是有点高大上了？我，好，那是什么东西呢？先请我们宇哥来。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二到江木烟他家的时候，那因为呢他很爱点蜡烛，但是呢刚好现场找不到打火机。哦，有时候我们去野外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没有打火机，想要火种。为什么他们起火了？不可能吧。就有时候我们去野外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没有打火机，想要火种。对对。好，哦，这是电池。这其实就是这个物理嘛，这个正极跟负极 ，OK，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有热量、热能，然后就会再透过这个导电，这个叫做锡箔纸。锡箔纸导电。锡箔纸除了导电之外，还可以包口香糖。哇，好棒！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尚雯婕的这个神经的时间。这是个硬币是吧？对。这是个杯子是吧？对。我表演叫硬币穿杯底。哦。哇。来，你看啊。怎么可能？看啊，我数啊，一、二、三。哇。三。哇。你不要有压力，通常在我后面表演都是有压力的。我表演叫硬币穿杯底。哦。哎，怎么有硬币的声音？好，王嘉尔表演一个升级版。来来来来来来来，静静公开作弊，有没有考虑过刚才原作者的感情？什么都没有。好。顿了一秒。说实话，我们今天节目超值的啊！本来是一队派一个神技能，就每队都派了这么多的神技能或神经技能。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战队时间，看一下我们的五位透仙小飞队成员到底要支持哪一队呢？加油！透心真心话，厨房大冒险，这里是有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冠名播出的透心地新世界。这两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今天一定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角逐。那么来听听看，两队各自给自己起了什么响亮的队名。首先是凯莉老师跟花花，好，三、这个、二一，华丽丽，哦，好，很好，华丽丽，好，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张宇大哥跟尚雯婕，我们文杰的这样一个，好，来，三二一，独孤求败，要你跪拜，哇，霸气。我知道凯莉老师的那个打油诗啊，张嘴就来，你写一个诗来表达你们的气势，好不好？可以的，阿妈。姐和花花是一伙儿。哟，好好。今天谁都别惹我。好啊，你若不信来挑战，包你心惊肝也颤。哇，哎呀，宝贝儿，太牛了。我没有想到有一首诗是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就是在叫嚣。那好直接啊，啪啪打脸呐。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请透仙的小分队来支持一下小猴子。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对不对？就今天那边的个人技，你看全是吃的啊、嗯。然后呢，刚刚气势也非常的。看到你老板的眼神了吗？你没觉得一股杀气逼来吗？快让我们先走啊！不是你只是被你老板带进了一个机票的怪圈，但是人生不是只有机票那么简单。支持老板，支持老板。支持老板，支持支持独孤求败组合，对吧 ？OK，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梦辰，好了。我要支持的是，支持我老板吧，不然可能有机票。这边送机票，那这边送什么呢？
吃的。送金鱼啊，给你养金鱼啊。他送金鱼，我送重机。送你一台重型机车。送重机。好，你要支持的是送金鱼。哦，耶！华丽丽组合。那接下来明明今天必须要支持，首轮必须要支持我的导师尚雯婕。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唯一的专业厨师姚伟涛，你要支持谁？那我当然是选择阿拉斯雷多上黑尔。好，你要支持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好，王嘉尔，王嘉尔，你做一个正直的王嘉尔。政治的王嘉尔支持Yeah with the man， 我上没人支持 yeah, yeah, 支持上海人、yeah. 支持上海人啊，支持上海人，支持了半天，支持上海人。但是还有哥哥，我觉得做菜会很厉害，因为在山上那个种田嘛。哦，他不是种田，我是种鸡，种鸡。You can call me钟基颂。哇，国际范儿。也是支持孤求败组合，对不对？对。啊，那这就厉害了。今天第一次出现了4-1的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越挫越勇，越挫越勇，好不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美食游戏，赢取宝贵的100秒帮厨时间。哦。我们这个游戏呢，要组成3人一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华丽丽呢是只有一个支持者的，只有我，只有你。天哪，我是好人。太好了。好，你们两位要选一个帮手，是谁？哪一个比较靠谱的？都不是特别靠谱。好打脸。我靠谱一点，因为我不敢得罪老板，所以我应该靠谱一点。就在我的淫威下，他应该会表现很好。对，他为了机票应该也会全力以赴，所以要不就选小猴吧。OK， 好，现在3人队伍已经选成了。今天的游戏呢叫做饿了的毛毛虫。两组嘉宾与各自的支持者组队，穿上毛毛虫睡袋，前往终点争夺蔬菜枕头。游戏共3轮，蔬菜枕头的数量依次减少，最终捡到蔬菜枕头的一组即可拥有厨师帮厨100秒的奖励时间。很简单，游戏规则就是不要受伤，好吧？开始。哇，好快！快快快快快！不行，想办法投了，要投了没有？投了！哇！我赢了！好，对，你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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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辰可以休息。这一轮的规则是不可以离地，不可以这样蹦，就只能这样。那个小猴子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竞走，来，开始。哎，用这种方式 OK。 好好准备了，预备，第二轮比赛开始。还没睡到，妙妙，睡睡，宝贝儿，你睡。你们是一边的，你们要留一个有实力的在第二轮。大妈，让我帮你。快躺下。各位，现在呢，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胜局。我们注意到场上有4个人。一个枕头，如果是蓝色腰带的独孤求败，任何一个人抢到这个枕头都赢了，但如果是我们花花抢到，就意味着是我们华丽丽队赢了。逆袭花花加油。好，来准备。帮我叫救护车。帮我叫救护车。好，快快快快快，他快闷死了。来来，各位准备好，预备备，开始，开始。
万没有想到，但是我必须要说，文杰是唯一一个对花花造成了威胁的人。这两个在旁边慢的呀，两个大男人。开始。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根本想不到最后的这个逆袭哈、啊，真的是。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这个独孤求败队真的今天气势如虹。但是最后这个华丽丽组的这个逆袭啊，让人意想不到。所以我对今天的这个厨艺比拼的结果也充满了好奇。而且呢，现在必须要说的是，华丽丽队得到了难得的100秒帮厨的机会。厨房大冒险，这里是由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冠名播出的《透心的星期天》。好，接下来正式到了我们的厨房大冒险的时间了。那首先要上场的是华丽丽组合，接下来会有一个3分钟闭眼找食材的过程。不知道凯丽老师对我们花花是不是有信心？有，有。花花，你分得清各种不同的菜吗？分不清，分不清，分不清。好，很棒。好，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卡丽老师今天要教花花做的这个菜是什么？因为我们花儿最爱吃肉，哎对，所以给她做四喜丸子。好，那么希望我们花花从食材都不认识，到20分钟之后真的可以做出四喜丸子。对，接下来3分钟的寻找食材的时间。厨房大冒险规则：两组嘉宾轮流上场完成厨房大冒险任务。每组嘉宾挑战时必须完成从食材选择到菜肴烹饪的全过程。第一轮蒙眼选食材，本轮限时3分钟，由厨神蒙上眼睛遥控小白挑选食材，并完成所有食材配料厨具的获取。厨房大冒险准备好了吗？带上这个不能看。哇，什么？接下来气势恢宏的食材铺亮相的时间，掌声。厨房有点霸气，你们家厨房太大了。好，准备了，3分钟，倒计时开始。拿什么？花花，五花肉1斤。我2颗。西兰花，西兰花。花肉我知道。花肉有肥有瘦的那种叫五花肉。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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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肉1斤。这个。苏打饼干。苏打跟饼干。不是。苏打饼干是一种饼干。黑色的黑色的苏打饼干，可真的没有看到苏打饼干。苏打哦，上面上面上面，苏打饼干这个哦，对对对，拿到了苏打饼干，还有什么？马蹄，马蹄是谁？马蹄是马的蹄子吗？不是，什么马蹄？上面，对对对对对，你好会。马蹄是黑色的圆的。马蹄是黑色圆的。一种 beach 啊、哦，好好多拿几个、哎哦，还有什么？马蹄、黄瓜、花花。黄瓜我知道。马蹄拿太少了。黄瓜我知道。拿得很好。下一个是什么？花花，面粉、生粉、奶粉，姜。姜，好，现在时间已经1分36秒了。啊，我着急啊。生粉，奶粉，在那边找生粉，上面写了生粉。啊，他写了有啊。面粉、生粉、姜、盐、鸡精。还没拿，哪里有盐啊？不对，这不对，往左。现在时间只剩1分钟了。有。白雪公主，宋仲基，宋慧乔都可以。油在哪里啊？静，50秒，花花，芝麻油还有橄榄油要不要？卸妆油。好，现在只剩40秒了。锅，他刚才说了锅。锅，宝贝。锅。花花，锅。锅是什么？这个是锅吗？这个是锅。好，现在还有20秒。刀要刀吗？刀！还有什么？别喊。刀没了。拿了刀没有吗？应该没了。好，时间到了。好，最后还有5秒。5、4、3、2，这个是锅。好，可以。时间到，耶！放
戏吧，你们输了。Game over, game over。乱喊的。我忘了鸡蛋和老师。没事，鸡蛋没关系。待会儿有时间，你们还有100秒呢。这个就是这样的，对吧 ？OK 哈。贴完了。啊，手切了吗？啊，怎么了？刀！手切了。哎呀！哦，这上面可以，哦，从上面 ，OK。没事，一点。男生没事。小心点啊！哇，那还挺危险的，拿刀的时候划着手。凯丽老师检查一下，哎，还可以，真的还可以。这不是黄瓜呀？哦，这是丝瓜。丝瓜。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机会补救。也行。第二轮遥控料理，在20分钟的时间内，厨神遥控指挥小白完成料理任务。如在此之前的游戏环节中获胜，那么在料理8分钟后，厨神可进入料理区帮厨100秒。同时需要提醒正在料理的嘉宾们，你的对手将随时启用 X 元素100秒进行干扰。厨房大冒险，准备好了吗？20分钟倒计时开始。宝贝儿啊，拿肉拿刀切，拿那个肉切那个刀。肉要不要先洗一下？切什么呢？怎么切？拿那个肉好好的切，肉要磨一磨才能切刀啊。几块啊？你只要把它切碎了。切碎啊？对，弄完了之后就开始剁，对，然后就咣使劲剁，剁啊，对，这样啊，不，先把它切成小块一点再切，对，好啊，小心不要打到头，不会打到头的，哎，你切得很好啊，花花，把那个皮弄下去，要不切不了，这个，哎，对，脑袋上那个皮，上面的那个白的上面有一层皮，反了，那是肉，反了，那边有一个硬的皮，上面的皮还有下面的皮，中间的皮，左边右边的皮都可以弄，没肉啦，啊，呀手，啊，哎呀，我真想上去，老师，你不冷静他就会慌，你要冷静，随意点。切手，他不会切到手的，不会切到手的，放心，可以了，你没有皮了已经。行了，花，把皮一扔就开始剁，剁，就咚，使劲剁，这样，对，切，哇，皮打到头，它飞了，肉在地板上飞舞。哎，做得非常的好，让我来帮助你一臂之力。好，元素已经启动，让对方双手绑上如意金箍棒，左踩100秒。X 元素 ，stop。这是干嘛？来，手往上摆。这是干嘛？来，手往上摆。花花，你不要理他们。来，你来绑手。别，还有，这只脚，这请放下。这只脚。这个，哎，对，我尽量快一点。哟，绑不起来。哇，可以了，可以开始做了。好，悟空，来吧。切！你可以的，来。帅飞了，我的天哪，好帅！花花把它弄到一块儿，小心点啊！太难了，放呆了，差不多行了吧？还有，他要过100秒，他才能出这个 X 元素啊！好，再差不多了吧？100秒，剩100秒，花花过，别浪费了。好，再切吗？就切完了得了。什么时候？手都酸了，对不对？有一点酸，代表肉坏掉了，是吗？要换一盘。只剩25秒，你就可以解放了，加油，花花！看着我都不忍心了，好想吃。这是我见过最缺德的 X 元素，太不人道了。你看他基本上就已经成肉泥了。好，时间到了，来，我帮你放。哇，他自己拔出来的。X 元素没有了啊？再用一次。没了。没有了。就一次。我好了，应该好了吧？好了，确定啊？花儿行了，姐姐生气了。接下来这个更难为他了，这个东西要削皮儿。哎呀，我这个四喜丸子削皮是吗？快让我们画面削皮可以来，削皮，但是小心，不是你就把它那个黑色的切掉就好。你如果怕切到手的话，我这里有一个工具，戴上就不会切到手。怕切到手可以用脚，没有问题。
好，你可以帮厨了，你可以帮厨了。好，鸡蛋哦，小心鸡蛋，鸡蛋，看你老子，黄瓜，黄瓜，你不要慌，刚才你黄瓜，黄瓜，你明明想得很清楚，是不是？对对。好，现在你要干嘛？要干嘛呢？来，宝贝。好，小心手，凯丽姐，不要紧张，慢慢来。你们还有三十几分钟，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宝贝，二妈，我是不是要把它切成粒啊？对对对，切成，拿那大刀切，宝贝。要干什么？哦、哇，好快，好快他！哇，我只能拿手，他用手啊，我里面有快，因为就得拿手了。好，用拿手，可以，可以，可以。好，你还有是哇，我第一次见到帮厨的这么短时间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用嘴了，他还是用了手，又用了嘴。不行。哇，他没有打开，现在他用刀，哇，用切过肉的刀，现在来切饼干。好，现在饼干下去了，他继续用手在抓。哇，他手上戴着一个红宝石的戒指，他并没有管他。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红宝石的戒指吗？他现在就疯狂的捏饼干，继续用切肉的刀切饼干，继续再抓。你们两个是在做同一道菜吗？好，现在时间才过去40秒，他已经快把这道菜做完了。好厉害，你看他，真的好厉害啊！妈妈，我这样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以，再切碎点。好，再切碎点。好。好，现在，好，现在开始，继续拿盐吧，盐吧，不是面粉，面粉，面粉。哎呦，你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哎，怎么100秒可以做这么多？妈妈，我现在切的可以。有的人100秒只做洗一样东西的，对，对不对？那个都快做完了，花儿把那个100秒好精用啊，马蹄给我放进来。哇，这个100秒来的正是时候啊。把油，不要慌，好，时间到了，停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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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哥，你能那么快吗？比较起来，我们的难多了。把油放进去，把锅烧着。妈妈，你帮我看一下倒的量啊。很多很多。现在时间已经只剩8分钟，完全砸了。再来的。花花，花花，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继续放，继续放。哎呀，要半桶油，太耽误时间了，这个。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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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就这样。然后那个鸡精和盐往里一放，盐你小心一点，盐不要倒太多。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你用手这样抓着它，一挤出来一个圆圆的。哦，漂亮。那你用手团好了，用手团好了。用手吧，对对对对，这样好，小一点，小一点，太大太大了。好，好，好，好。花花，你不要把你的手放进去啊。哇，太行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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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没事没事没事，小心点花。没事没事，有点变成一个球吗？这是球吗？可以的可以的。啊，我就这样了。对对对对对，少一点，一点点。用手是吗？好，好，好，好。哎，对对对，这个也不对呀。就这样，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哦，很好很好。三家的洗丸子。很好很好，现在时间还剩6分钟。起码做出真的非常好，挺好的，看着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真的，我在太棒了，您老师这一组真的是第一次在7-8分钟的时候有食物看得到。哎，这算什么？待会看我们的，我等一下让你看。我30秒就下锅，30秒我就食物就成型，30秒锅都热不了吧？花儿啊，你得拿这个把它稍微翻一下。有筷子，筷子。我拿了铲子。凯丽姐好认真哦，完全不理我们在讲什么。这样节目没有效果，要剪掉。他好像糊了。没事没事，我喜欢吃脆的。它是硬的。啊，真的挺好的，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丸子。我们可以过去吃一个吗？哎，你看现在花花这样子多专业，你看在这儿，你特别像早餐摊上面卖油条的人。我告诉你，除了有点糊，都特别好。是过来说坏话的。他好像还好。我觉得现在有时间，我建议我们凯丽老师用她的一首美声歌曲献给那3位评委，让他们跑票，好不好？好。我阿妈去唱歌呢，我怎么办啊？你先让她唱，没事，她这个就这样了。啊，准备。没有话筒哈。有话筒，有话筒。你连着我，我连着你，是山是海，我拥抱着你。纵然是起风苦雨，我依然。
妈，我是不是要把它切成粒呀、啊？真心，阿弟儿，哇，真的很好哎、欸，真的吗？我就在你的心上。不错呀，我觉得会很好吃、啊。哇，你成功了！耶、来上菜喽！发一个广告，来给评委拉拉票。不吃你是不知道，一吃你就忘不了。我看这个真的是可以吃的。我们的也可以吃，只是好不好吃。请。哦，真的、哦，谢谢。评委老师，请。哇。开吃了哈！好紧张哦！你就拿这个好，没有放盐吧？调味不太好。嗯。哇！吃完有一种想要变身的感觉，有没有？变什么呀？三二一，走！需要你，我是一只变金鱼。我们的对手怎么样？还不错，呸呸。我们变身是因为找到了爱的感觉，你呢？我也有爱的感觉啊！哇，好幸福！不错，这个泡沫四喜丸做的不错。礼物啊啊！可是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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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哦、我来，五秒之内可以吃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也没必要故意扔在地上。傻子！五秒，神经病！好，我们来问一下对手的评价。章宇哥吃到这个泡沫四喜丸子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种爱的感觉，但是这个爱呢有一点点的残缺、啊、面粉的比例重了一点。孟晨觉得？我觉得就是带着爱做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最棒的。明明呢？刚刚那个颜色我现在有点失聪，不好意思。不说话，很好吃。我现在有点失聪，不好意思，三哥。好，小猴子，就它名字叫四喜丸子嘛，但是我觉得那个卖相有点不像四喜丸子。哦，像什么呢？但真的很好吃。这道菜很开胃，嗯，吃这回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还想再继续吃吧。而且我觉得凯莉姐100秒等于。普通人的500秒，太给力了！这是真的，太给力了，真的蛮好吃的，我很想吃。特别说明，您看的那100秒，我们没有做加快处理，它真的就有那么快。哇，凯莉姐那个100秒太厉害了！独孤求败的四位支持者有要跑票的吗？我先跑过去吧。好，你先跑了。好，还有人要跑吗？还有人要过来吗？来，明明，哇，5个人都跑了。好。哎，他们真的独孤求败嘞！这才是他们今天应该面对的挑战精神。起这个名字"独孤求败"，就是要寂寞的去求胜，对不对？我对你们充满信心，充满信心，我可以吗？可以对你们有信心是吧？你对我们充满信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好，两位请就位，交换场地。其实从来没有过，就是吃完一道料理之后，所有人都跑票，一致支持那一对。对。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你们叫绝地反击，真的已经被踩到了谷底。了不起，就是我们两个也跑票就好了。好，下面我们请我们的厨神张宇大哥跟我们讲讲看。要做什么样的料理？这道菜名有点长，叫什么呢？叫做泰式绿咖喱，蜂蜜脆皮鸡鸡鸡鸡。哇，好听，听上去很诱人呢。哎呀，有可能我要判票了，要回来了，加油！但是问题是我们听起来诱人，尚未杰听起来的感觉，哦，好复杂呀。好，那接下来就。
祝他好运了，好不好？祝你好运。那首先当然是三分钟蒙眼找食材的感觉。对，好，来，尚雯婕请就位。哦，哇，尖叫声掌声在哪里？哇 ，Look at you。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后线的星期天，最棒的、最酷的、最全的、最炫的。我们的石库有请。三分钟准备倒计时，开始，开始。现在什么？快说。想好了吗？现在什么？快说。开始了吧？快点，快点，开始了。来，葱姜蒜最基本的。葱姜蒜，哇，他，哇，你先不要自己拿葱姜蒜，再来辣椒，然后两个虾，还没拿，还没拿，没有葱姜蒜，葱姜蒜，没有葱姜蒜，葱姜蒜，错了错了，葱姜蒜，泰国菜咖喱不用葱姜蒜的，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没有。上面橘色的，好，接下来呢，香菜跟香茅，什么香什么香茅长什么样啊，啥样是香茅啊，香茅又称为柠檬草，哇、哦、很懂，哎，很懂很懂很懂，怎么是柠檬草啊，哪来的香茅呀，啥样是香茅啊，哎呀，拿根黄瓜得了哎，他拿黄瓜了啊，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都拿着吧，你别乱拿，哎呀没事，这种调味料都可以，因为拿的都要用进去啊，往上面看，往上面看，柠檬草往上面看，长得像那个植物一样的，最上面啊，最上面我哪够得着啊，哎，不不不在那儿，哎，先拿个鸡再说，还要拿什么，他拿了个鸡啊，好，现在时间过去一分半，酱油麻油蜂蜜芝麻，他完全是自己在拿啊 ，OK， 盐巴、黑胡椒、橄榄油、芝麻、辣椒面我也拿了，辣椒面我也拿了，胡椒粉我也拿了，他根本就没有拿你说的，啊，还有52秒，还有呢？来，最主要的食材，鸡腿肉，鸡腿肉拿了，拿了，拿了，蜂蜜拿了吗？还有蜂蜜拿了，两个大小平底锅拿好了，再刀子跟砧板拿了。还有铲子都有了，再来15条理机，那里那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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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不是进去，没有要进去，没有要进去，没有要进去，天哪，用手直接在油锅里面拿，危险啊，9.26凉面，透鲜的星期天。我是王嘉尔 Jackson， 我是沈龙辰，我是尚明明，我是姚伟涛，我是洪明浩。今天你吃了吗？我没有吃，我就是给你吃哦。不会做菜的明星会做出什么样的黑暗料理？让我们来拯救你，这就是透鲜的星期天。透鲜的星期天，现在继续。还有铲子都有了，再来15条里脊。里脊是什么东西啊？15条浴巾啊，15条里脊，把东西打碎的15条里脊，哦，15条里脊，5 4 3 2 1，时间到，哦哦，来，我不知道香茅长什么样，我把所有像大葱的都找来了，对吗，变什么吗，这个鸡是吗，整只鸡啊，我要鸡腿耶，这个用不到，这个是香茅吗，不是，反正这些是葱，这是香茅吗，这是蒜啊，葱姜蒜，香茅没拿到，葱也差不多一样可以做得出来，料理会需要点时间，对，但是鸡肉它首先要把鸡腿卸下来，卸下来没问题，它做得到，好好好好 OK， 好，来披挂上阵，来来，
准备 3, 2, 1，开始。蟹鸡腿，先蟹鸡腿。我先热锅，我先热锅。好，先热锅，好，热锅也可以。三哥加油，三哥加油。两个锅都要热。哇，帅气！他这怎么不往上走啊？要一个个按，一下下按，你别着急。对对对，一下下按。地下工作者在解密，有没有？看到他，别慌。蟹鸡腿，蟹鸡腿。鸡腿怎么蟹？想办法蟹，想办法。这是翅膀吧？这是鬼。哇，我的妈呀！是这样切的吗？嗯。我感觉。哇哦！加油！哇哦！好，可以可以，放到旁边。我真的觉得尚雯婕真的不好惹哎。等一下，我要用那个 X X 元素，我要用它。这么快就要用了吗？对的，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用。这个时候，他们现在还没来，赶快弄。好，再下来盐巴跟那胡椒腌，还有油腌那个鸡肉。X 元素已经启动，让对方带上时尚围脖做菜100秒。这个时尚哇，有，这样他低不下头哎，有，就是让他低不下头。爸妈，你给我记着。你说这种东西对他有难度吗？对啊，以前那么大的造型都能驾驭得了。Very very。哇哦！好，用手去抹它，可以了。记住，皮的面朝下。皮面没有朝下，哇，用手动哎。好，现在开始洗菜，不管了，开始洗菜。菜在哪儿？这边，这边所有的菜。那里，那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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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不能在这儿，你们不能在这儿，你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姜先弄，姜先弄。好，稍微洗一下。姜，我的妈，他切什么都这样一刀下。好，再来冲，那个冲冲冲，那个冲冲冲，那个冲冲冲，不是进去，没有要进去，危险啊，没有要进去，没有要进去，手拿我，好残忍。天哪，用手直接在油锅里面拿。哇！然后冲冲冲，知道什么是冲？冲头尾去掉。小心啊，小心啊！再来香菜，香菜一把拿过来，香菜一把拿过来。OK， 然后蒜头拿来。啊，时间到了，我帮你把这摘了。香茅，香茅，香茅。啊，香茅没有。啊，你来表演才艺，表演才艺，表演才艺，才艺。哇！变魔术哦，真的、啊、好，他把它，这是什么？你把那个冲锅了，对，再盖去，不要让你们看，这是什么？三，对不对？对，好，来，啦啦，二，耶，换一个香茅，这是个变魔术，好无聊的才艺，这是个变魔术啊，香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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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老板你慢点剁呀。15条鸡在哪里？鸡在这儿，在这儿。怎么长这样啊？上老板还有11分钟。哎，焦嘞！好，翻面，翻面，翻面。拿刀！刀刀在炒菜，你用刀去拌，你不是有锅铲吗？你做过什么不正经的菜？比如说烧焦了的锅呀。刀刀在炒菜。有这个。尚雯婕，你不要拿刀铲东西。
好，好，现在把那些所有刚才弄的绿色的蔬菜跟那个姜啊蒜，通通丢到食物调理机里面，把它搅一搅。香茅也可以进去，香菜跟辣椒一定要进去，还有蒜头一定要进去。然后弄一点酱油，弄一点酱油跟芝麻，不跟麻油，酱油麻油。不是酱油，这是料酒。没有拿酱油啊？才艺表演，走，哎、走。才艺表演，你们都是去学音乐对不对？这个节奏感一定很好对不对？来，右手比左手快一秒出来，快一拍，一二，好不好？哇，这个好厉害啊！右手比左手快一秒，来开始。什么？吓死我了！自己决定。老冲，我自己来。我可以弄吗？我可以弄吗？你不能够，你只能帮他换东西，还要什么？还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下去搅了，盖起来，盖起来，不是没有盖，不是，你没有盖上，哦，小心别扎到手，对，盖上，对，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干扰了，已经，哇，上门节做东西，我觉得会出人命哎，对，好，可以，开开，好，行行行，搅不动，东西太多，好，没有关系，没事，也能吃，没事，来 ，Oh no。他又扔进去了，是对的吗？你太早扔了。啊，我的老板怎么办？搅一点再慢慢再搅一次。就我老板，这还有救吗？这个。现在你就是需要把这个鸡肉把它弄熟。就使劲的压呗。有香味了，已经，我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什么心情？现在的心情，现在又期待又害怕，因为我们将会展现出一道全新的菜出来。另外一道菜。好，来，现在时间还剩7分50秒，来继续。你要拿铲子，不要再拿菜刀了，稍微翻一下，稍微翻一下，对对对。哇、哦，很棒哎、欸！对，没糊啊。把刚才搅的那个东西放进去，去炒它。炒是吗？就是炒它，就是炒它就对了。三哥加油！蜂蜜在哪里？在哪？来 ，OK。好，现在把这个蜂蜜呢，大概加一半，加不到一半，这样子像不像打的？加五分之一进去，加五分之一进去，加五分之一进去，五分之一，或两瓢，两三瓢，两三瓢，两三瓢，太多，太多，太多，没事，快捞出来，不要再，哇，他简直是把四分之三的都捞了。尚文杰，你真的赢了，尚文杰。会不会遇到比大张伟还可怕的？哎呀！哇！如果人生当中必须要选择一个大张伟哥哥和尚文杰姐姐两个人做饭给你吃，你会选谁？哇，那我就叫外卖吧。叫外卖就行了。现在已经只有1分40秒了，会好吃吗？会好吃，你们一定每个人都要吃一块，好不好？好，我是不会吃的。真的是黑暗料理耶！天哪！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去努力，你根本不知道你真的不行。好了，可以盛盘了，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了。我只看到蜂蜜。4、3、2、1，时间到。停止。好，来。对，老板还是唱歌吧，老板。不要惹你老板。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了。当尚文杰第一把刀剁下去的时候，我就应该叫停的。哇！加油！哇！我刚才经历了我职场最危险的20分钟。你不用说了，你可以回去了。让我们感谢文杰不杀之恩，感谢我们还依稀存在。不要求他，我有他的很多把柄，他的把柄有这么大，在我手上。才经历了我职场最危险的20分钟。这样，张宇哥，我觉得你用刀叉帮大家切一些。来吧，我来吧。别，你别来了，你到旁边。你今天你可以去领酬劳了。你从现在开始不要拿刀。不可以走过这条线，对。他还拿根葱不让我过去。别怕。OK， 好，来，那个两位站到这儿来做广告。对，这是一种创意的料理。我们人生难免碰到很多的挫折，起起落落，重点是
你怎么样在你低潮的时候再爬起来，这道菜就是在低潮的时候又爬起来的一道菜。吃吧。等一下哥哥，让他说几句。你不用说了，你可以回去了。在吃之前，让我们感谢文杰不杀之恩，感谢我们还依稀存在。我们要留一口给尚雯婕吃。哎 ，baby baby， 尝尝看，尝尝看，让我吃吃看。还行啊，哎，真的还行啊，哎，真的还可以，很好吃啊。好吃，我跟你说，我不吃香菜的人。真的好吃，真的是好吃。花花一直不停地吃，什么样的感觉？花花，花花。你还想起来两年前？我记得。不要求他，我有他的很多把柄，他的把柄有这么大，在我手上。太好吃了！这道菜就是做的再好吃也不成功。怎么呢？跑题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就不能得分。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四喜丸子那个四在哪里？他也是跑题啊！我们有，我们有啊，马蹄、苏打饼干、鸡蛋。我要抗议，制作单位不公平。怎么不公平？我们是整只鸡来剁那个鸡腿，他们为什么不是整只猪来就是来撩那个猪肉？为什么？宇哥队的这个失控的料理太快失控了。宇哥，请你冷静，宇哥。冷静一下啊！来，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投票时间了哈。必须要跟你们预告一下，赢的那一队将会得到青年珠宝设计师子佳设计的我们透仙星期天的一个吊坠。好，好不好？第一个想让王嘉尔来投票，决定了吗？三、二、一，哦 ，yes， 独孤求败一票 ，yes， 好，沈梦辰同学来投票了，郑总 ，yeah， 谢谢。好，一对一，我们明明来投票了，简单粗暴。好，现在的二比一，接下来小猴子投票，我选择我诚实一点。老板，老板，老板，上老板，宇哥，宇哥，宇哥。好，二比二平，我们的伟涛。最后两个菜味道来说，真的还可以拼一拼的。首先，我想说第一道菜做的时候，它在油炸食品下面放了一些黄瓜，正好可以吸油，我觉得这点我觉得特别好。第二道菜呢，就像我们小学时候考作文，如果跑偏题的话，可能一分都拿不到。哎，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今天只能这样的决定。啊，怎么可以这样？我尽力了，我想赏给你，我尽力了。颁奖，颁奖。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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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回头看，你回头看看我们帮你做的。哎呀，好漂亮，太漂亮了！何老师的节目太让人感动了，太棒了！哇，希望你们会喜欢。来，给我戴上。啊，给给。姐姐，你看花花戴多好看，特别好看。哎呀，这个小勺子太好了。但是我今天真的要发表一下感想。其实小尚，其实他真的很难得了，他真的完全不会。我其实在私底下来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但是其实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令人满意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他掌声。我觉得不管是华晨宇还是尚雯婕，不管他们两个做菜的风格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今天他们都有在做一个努力的尝试。而且我确实今天不管是吃的哪个菜，我都会觉得哎，出乎意料，让人惊喜。所以今天要特别给我们两组掌声，谢谢，谢谢四位，谢谢你们。同时我们还要谢谢谁？感谢有家有爱有欧派，欧派橱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下星期天同一时间请锁定我们的透仙地星期天，谢谢大家，拜拜。
我喜欢紫薇。欢迎林心如、马天宇。嗨，康萨米达。我是中国人。嗨，蔡小。方大东。你觉得他现在是单身还是有男友？什么东西呀、啊？这什么意思？好好吃，嗯 ，My God， 不敢吃。来，没事，我在这儿。Thank you。王嘉，你这什么都吃，你臭死了你，臭死了你。这是什么？哦哦，怎么了？他不行，怎么了？不要把那个弟弟把它去掉，把、啊、我给去掉吗？能不能对孩子好一点？九九爱六凉面，透鲜的星期天，下节星期天，现在继续。让我把头先的意外一波操，头先的期待慢慢慢慢慢慢爆，不得了不得了呀，不得了呀！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过程完吗？头衔的期待慢慢爆，不得了啊不得了，头衔的帅多添一手、oh. 快乐不靠得笑、oh. 要他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的星期天，头衔的帅多快乐不好的笑，要了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的星期天。开始，金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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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花花快乐，啊，花朵好漂亮，宝宝。反正机票给你取消，你明天走回北京啊！这里是由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成长冠名播出的《透鲜的星期天》。星期天，宝宝从不玩失恋，看我湿漉漉、湿漉漉、湿漉漉，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漂泊过晚，嘲笑我手忙脚乱。相处有样怎么用比谈恋爱还要麻烦，做菜不是练几天，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耀武扬威的海鲜等你挑战一场一场冒险，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爆，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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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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